高姐，哎，宁小姐，你回来了，干嘛？嗯，哎，晚饭吃了吗？啊，我吃过了。啊，妙妙啊，已经睡了。嗯，左先生陪妙妙吃完饭，写完作业，就出去做运动了。又去运动？嗯，他说了，今天啊，除了运动之外，他还要画画呢。画画？嗯，天都黑了，他画什么呀？肯定是画夜景喽。 喂，佐藤俊先生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还不回去？你是打算住在我的办公室吗？干嘛呢？我也没妨碍你，你不用管我啊。你是没有妨碍我呀，但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猜测你是不愿意回去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大男人怎么这么难伺候啊？ 什么难伺候啊？你是我难伺候吗？对啊，这干嘛呢？你就人家想你，不要看看你了吗？赶人家走，你天天想我，也没有见你天天来看我呀。你呀，你搞清楚啊！你搬过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陪妙妙，这个重点你要抓清楚，其他都好解决啊。 知道，妙妙是重点，但妙妙很早睡了。嗯，那她睡了，我又没什么事了呀。那屋里就剩我跟那谁呢？你就，哎，你都这么多年了还哎？那我跟那谁也经常单独在一起，我也没别扭啊。你这心态不对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调整你心态。 不是不一样啊！你也没有试过跟他睡在同一个屋里，是吧？哎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我走啊！不妨碍你啊，郑老板，是吧？哎，我可没赶你走啊！生意兴隆啊！我知道，我自己走的。哎。 喂，小萌，郑小磊，左在军是不是在你那儿啊？你怎么知道他在我这儿啊？我就说嘛，在上海除了我们两个，他又没有什么朋友，一天是去跑步，一天又是去画画，他哪有这么忙啊？我已经把他赶走了，不过他应该没有那么快能到家的。唉，我现在严重怀疑他在躲着我。
你想啊，他平时说话的时候中气十足的，骂我的时候又正气凛然的，反而搬进我家之后一直躲着我。我一又不吃人，二又不咬人，难道他怕我不成？说到怕，也是我怕他才对啊。嘿，我呢，就在刚才啊，我已经教育过他了。他就是觉得别扭吧，所以你也理解一下他那种纠结。那你说，他是纠结我还是纠结女人啊？这个可能他自己心里也不清楚。行了吧，我知道了，那我挂了啊。拜。没睡呢，啊。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这几天一直不见踪影，是不是故意躲着我？没有。你别骗我了，你是不是特别不习惯和我住在一起啊？行吧。我理解你，因为我也不习惯和你住在一起。是，我是有点不习惯。既然大家都不习惯，那我们就不要住在一起好了。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我这么说？任何事情呢，放弃它永远是最简单的。可是不放弃他，才能显示出他的难能可贵。我承认我们两个互相都非常的不习惯住在一起，可是我为了妙妙，可以努力的把这种不习惯变成习惯。那我为了妙妙，不也尝试搬过来这里吗？我给你钥匙的时候，我说过欢迎你进来住。这个你不是左在俊，也不是一个单身的人。而是妙妙的爸爸，我能这么说，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把关系说清楚。从今以后，你也可以别把这里当作是宁小萌的家，你把这里当作妙妙的家，这样反而你会自在一点。那难道我当你是隐形人？不是啊，你就把我当成妙妙的妈妈，最好别把我当作是女人。我和郑磊一样，就是你好哥们儿、好兄弟。所以你不是女人。没错，我不是女人。你别笑，我是认真的。只有这样子，我们相处起来才不会觉得别别扭扭的。我明白了，你不是女人。很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主题。什么主题？刚才我们两个确立了彼此的关系，现在我们应该确立一下目标。做事情最怕的就是没有目标。你想啊，事隔了这么多年，我们为什么还会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当室友呢？不就是让妙妙尽快适应上海的生活吗？完全正确，
只要我们的目标一致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所以我们应该把相处的原则说清楚。从今以后你住在这儿，除了有关于妙妙的事情，不管是你的感情、爱情、兴趣，我都不会过问，也会不干涉。我们彼此尊重各自的空间。听起来还行。我们同居的这个期间呢，你就是妙妙的爸爸，我就是妙妙的妈妈。我们可以针对妙妙教育问题进行充分的沟通。呵，那就好了。我对妙妙的教育经验比你多啊，我可有意见了，你等着吧。那你就放马过来吧。